可是妈妈在切水果。把手举起来。你现在变晚上，妈妈会去切到手。看我是变成这个人。奥什么曼的，我忘记。奥特曼。你说台湾这是个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是。你拿这个。就是不一样哦，太热了。而且还要休息。打球蛋姐，你可以照镜子。洗衣啊！对啊。黄蛋腿条。呵，看我的摇摆神剑。摇摆？他会防弹吗？哦，会听，会听，会听。摇摆神剑。会听，会笑，会笑来听。攻击你。呵。啊！你穿着钢铁，你看吴心怡穿钢铁衣都不会痛。滚！滚！滚！你头发太甜。哇！打他前面呐、啊，要打前面。绝对不会痛啊！哈哈哈！我怎么都不会痛？因为你有肌肉吗？对。哦。不会痛。真的哦。嗯。哦，怎么这么强壮？可是我这个好好的，我要用消灭。用香呢？这个呢，轻轻啊，你还是的。你讲话可以拖拉的。难道没有办法？啊，当然，你遐大只，无较大啦。这如何打败邪恶大魔王啊？双枪。是。上上上。是啊。啊？吃来吃一根芒果。你看，宝仪，真的是防弹的。你看，看看什么都是防弹的。钢铁人，赶快来这个。